哎，卢神父你好。你好，你好，我很荣幸在这个第13届罗浮童军也大会认识李先生。那就安排了今天呢，他说来访问我啊。那卢神父是不是先跟我们聊一下，当年是怎么样开始参加童军运动？包括你是在香港出生，后来是为什么到新加坡？哦，那是就很长了。我开始从在那个香港就去新加坡，那是因为刚刚进了那个国际性的那个专办教育的一个团体在当时在那个香港入的修会，后来呢就去澳门，去澳门半年就开始正式训练。后来再从澳门呢，我们全体所有的从大陆来的一批，我是香港的第一个参加那个圣母会的那我参加了以后呢，就有半年在香港，他们刚刚开始那个办学，那我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校长是德国人，后来我在做他的秘书，后来呢就是完了以后，半年以后就去澳门，澳门半年呢就经过香港，坐船去新加坡。做那个正式，进入我们的修会这个正式受训，那一年后，这还没有正式外派工作，那么就帮那些刚刚要进修会那些小孩子，就有些都是念中学的了，我们那边就是，那个中学。开的公教中学，就是一间中学的，在新加坡相当出名的，那在我们要托我们那个管，本来是那个属于新加坡教区的，后来呢就从Flower Road，就是我受训的地方，就。先派到那个学校，学校当时我做那个中学生的宿舍的舍监，后来还有做那个总务，那我没有从来没有参加过童子军，那过了几年了，那我当时做总团长的是一个也是一个修士。他嫌辛苦没有用，他以为没用，他就不要做了，不要做，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认识你办童子军，因为星期六嘛，那个他们我们有个走廊，那个空地也相当大，那走廊对着一个教堂，Saint Peter and Paul 教堂，那个教堂周围是有一点空地，我们的童子军就在这边活动。后来呢，我在每一个礼拜天、礼拜六呢，他们集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有兴趣，看看他们在那个走廊那边看下去，看看他们的活动。相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认为。我那个时间修士嘛，他就他们也那个上的那个总团长都不做了，那不做了，他说我们有个团很大，有 Scout Senior Rover Rover 的当时那个时间还没有平安 Senior，那个 Rover 团是我1968
1963年开始的，所以当时我做那个 Rover 的那个团的团长啊，那十几个团长呢就缠着我，一定是说，哎，修志，你做吗？我说我有什么也不会，什么叫童军我都不知道，我说不行吧，他说不要紧，他就给了我一本那个这里叫童军手册，那边的英文叫 Scouting for Boys 啊，那他说全部啊，就是你看一看啊，去马上那些做衣服定制服，那我们这些团长啊，找一个晚上，我们就这个小型的聚会，就在我们十几个团长呢，就那个宣誓，正式从就是我们同军人员啊，就这样的给他们拉进去，拉进去以后呢，到现在没办法脱身了啊，越来越觉得那个童女军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就从新加坡后来调到吉隆坡，先调到槟城，槟城那边有一个团，那个团是巴力部落一个岛的那个一个山的后面，也中文叫福不是罗佛，叫福罗山背啊，在后面我们那间圣心中学啊，那边教书教了一年，后来就移全部不我们那边，因为那边有女学生，我们修会平常都不叫女生，那年是例外的，所以就会里面就通移转到那个吉隆坡公教中学，那边呢，原本也没有童子军的，后来我在那边开始了一团，现在到现在有五十几年了，1961年了，到这边一边一年半，就开始个那个在那个巴德林加亚，就开始一团叫巴德林加第九团，同时我又开始了一个圣若翰救伤队。约翰救伤队成立了，后来我差不多在会里面呢，又在把我调到一个吉隆坡一个近乡下的地方，我们就买了一块地，还有带一间房子，那么就在那边那个。让一个在怡保三德中学做教务主任的一个修士负责开一个农场就是养鸡啊，养了10000只鸡，那我那个就从那个开始那个做，我对于那个手工做的东西我很有信心呢，我就开始什么砌这个砖啊，安水管啊，做鸡笼啊，养1万只鸡，这个不少啊，那那个时间帮忙旅游呢，就已经好了，就把我调到新加坡，调回去新加坡，后来就那个。就是开始那个总团长的工作，不是总团长没有什么工作做，就是他们团长每一年开会的时候我做主席啊，慢慢后来我就觉得我也穿制服啊，制服到他们活动的时候我就去
走去看看他们，啊，穿着这制服，走来走去，啊，我就跟自己，说，我说糟糕，如果我学什么都不会啊，看过《童永军手册》也连个绳结都不会打，我说怎么办？哎，我就决定要做那个要受训。受训可是我们那边那个时间那个规矩很严呢，做修士一定你出去外面一定有个人陪你，尤其是你从前那个参加那个木匠训练都要在营地过夜的嘛，就是基本训练星期六啊过个晚上礼拜天下午出营才能够完成那个的训练。后来完了以后呢，我就那怎么办？我就跟那个见那个我们的会长，我说这样的，那个能不能我一人去那边的那个受训？他说这样，你问问从前做总团长的那个修士啊，让他陪你去一起去。他也不要干，他说：“哎，你去也是喂蚊子。”他不愿意去，那就我就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说，我就想出个办法，我说这样好不好？我说：“我不在营地过夜，我在附近那个营附近，找了一间那个教堂。”在灶上过夜，啊，这样后来就，哇，总会要有批准，我不能在这不要在那边过夜，啊，又要那个找一个灶堂要可以允许我在那边住个晚上，就这样的就开始我的一个训练生活了，那我就这个方法行得通，那我就。不断的参加训练班，木匠开始的那个童子军嘛，童军木匠就训练基本训练的，那就参加的我们那个时间，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就已经完全改了，就叫木匠训练第二部分 ，Part Two 啊 ，Part Two 就是要过。九天，训练完了，一切都很顺利的过关了，又找到教堂收容我，也有童子军总会有许可，那就完成了这个，后来做了这个第三部分 ，part three 是用写的，作业他们分开三期，一期有五个问题，你自由作答，答完以后，这就寄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你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叫 Reader One， 就编号的，大概防止作弊吧。后来都完成了。他就来，他总部派人来我聚会的时候，我们童军聚会的来看我怎么训练童子军，好像是一个月嘛，看一个月，后来就开会看看是否通过了，那然后再发那个证书。不过这些训练呢，第二部分营地过夜的是在吉隆坡参加的，在吉隆坡我们创了团以后，我创团的时候还没有木匠啊，那就创团的时候是那个在一个区，本来就要我做那个区副总监啊，后来。修会就把我调回去新加坡，新加坡呢就在另外一间叫Boys Town，
也英文学校里面的，他们专训练那些孩子那个工艺方面的，木工啊、金工啊、什么电工啊，就训练那些。后来认识他们这个学校，有一个海童军团，海童军团呢就有一个那个海童军团长啊，他就要求我，他说你替我好了，好不好？我说海童军我也不懂，他就这样硬的给我，我又做了有一差不多一年的那个海童军团长，后来再调回去，那个调到把我调到高雄那个明诚中学，中间是我们会开的，现在还在，不过我们已经没有休息在那边了。那神父刚刚说你开始第一次调到台湾的高雄，那时候是西元多少年？1961，我不记不大清楚。那个之间呢，就有帮忙过一个圣堂的团的童军团，那个因为那个堂区主任就本来不允许，不过我要讲我那些这故事太长了，不过就是因为从那个我起了跟几个修士起了革命，这就是说我跟外国人就干起来，又可以因为他们外国修士到一个地方能够放得下，就该交给本地人嘛。他没有，就说我们争取有一个带头的，曾经在吉隆坡公交中学做过校长的，那个就发起我跟另外一个响应了，结果呢就把我们整那个我们争取到了，中国人做了，可是那个会长很可恶，他就拍外国人马屁，那他就那个讨好他们就整我们两个，逼着我们要离开修会，要不然我到现在还不是神父，都做修士，还教书呢，那就这样的，我当时已经开始了那个，香港开始那团，就九龙91旅，他们在叫旅，不叫团，因为他如果是童军团的一团呢，就叫团，如果超过有两个团以上呢，叫旅，所以做那个旅长，就是总团长了，那就在那个时间，他就找我这个麻烦了，我在那边教书，教上一个星期上30多节课，差不多满了，只有几节的空的，那我那时间很活跃，那这个童军团是我一手，自己一个人，我想很少，那个人很少团会有一个人开始，完全没人帮忙的一个人开始一个团的，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那卢神父，你是西元多少年才真正的过来台湾，然后定居下来？我是1975年，因为他逼我要离开，我受不了，我就转了。我看看，写信，因为我在高雄工作的时候，那个神父就是说：“修士不要做修士了，做神父吧。”在我们教区啊，我说那个现在还没有确定，我说我考虑考虑，后来接着逼得我没办法，我就写信给他，他就写封介绍信给那个主教，就答应收了我，所以我就
就从那个新加坡就来了，台湾，在一个辅仁大学后面的那个那里有个修院，大修院，因为那个地方刚刚好我们辅仁大学有神学院，我在这边念神学，就是入了大修院，就念神学，毕业1978年，那个上神父的，啊，1978年九月八号，上神父的，一直到现在。那神父在台湾等于住了快40几年了，1975年到现在。对呀、这已经是我在香港出生，可是没有那么久，住了没时间了，等于在算了连那个教书的10年，也不过是30年吧，还在香港，在这里已经超过了。那同军界都说神父很喜欢做手工艺哦，那神父为什么特别喜欢做这些东西？那大概是天分吧，我特别喜欢。同时我在新加坡那段时间就会看见我那么喜欢那个手工，他就派我去受训，去那个练那个木工、金工还有电工。不过本来正规来说要练3年的，一个3年就要练9年了啊。但是我就特别跟我开了一个速腾班啊，我也学得很快，一年完成一科，每一科木工1年，不用1年我就完成了，就剩了1年呢，剩了1个月，我就学那个藤编，因为我要学那么多，就是因为要会里面准备开个职业学校让我管，结果学好了也没有，把我一调到香港，调到香港10年教平常那个英文中学，这样。那神父，你有两个身份哦，一个是神父，一个就是童军嘛。那如果问你说比较喜欢传教还是比较喜欢带童军活动，你会怎么说？我是这样的，当然为我来说，我的信仰是最重要，就摆第一。除了我的信仰就是中日军，我整个，我为一些童军牺牲了不少，就因为这个找我麻烦，受到迫害，那我就因为这样的做神父的。本来没有这次的革命啊，我还现在还是就是教书了，当然是。到现在年龄大概退休了也行啊，香港那间就圣方济英文书院，那边就那团到2017年，2017年就50周年了，50周年。那神父在台湾已经快要40年了，那你看到整个台湾同军运动有什么改变？就是以前刚来台湾跟现在的同军有什么改变？因为刚刚来呢，我还念神学了，跟第一次跟同军接触的，只因为辅大有一个同军社，认识，在他们活动着，我就看看，他就要我去参加，后来就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就这样，我也没拒绝，我接受了。其实顾问嘛，这个名了，他根本我也没有做什么啊。他是一个人来指导他们，有些什么那个难题啊，他不能解决，他就会问我啊，就是这样嘛。那你在带同军，如果发现同军他没有信仰，你会鼓励他信教吗？当然了，信仰，因为老实说，
我不知道这里的童军，好像要我的印象来说，他们对一个信仰不注重。不过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贝登堡创立童军的那个主因，就是要借着童军让他们相信有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是圣公会的，跟天主教很近，你说，他那个就你看我们童军这个童军规律十条嘛，学校规律，在从世界变出来的，你说啊，你说吧，啊，同时还有这个誓词，誓词他第一的放了一个那个。你这里就翻译上天，啊，我们对神，啊，跟对国家、对别人有帮忙，国家要尽忠，啊，那个就是把信仰摆在第一哦，就是他很聪明，那个贝登堡，他创立整个。整个制度，整个连那个他这个服装的设计，通通有着很深的意义在。不过我现在要问一些童子军呢，大概一半以上不知道。所以这方面呢，真的要加强，因为我们发誓的时候，如果没有神，你向谁发誓？都是向。向上天发誓了，啊，那所有的我现在还没改变，叫我所知道，叫女童军的，就是对的，就是直接的翻译那个贝登堡的那套誓词，但是这里的就男童军的就改变了。神父，你有座右铭吗？还是神的哪一句话让你影响你最深？影响我最深的是我的信仰，后来就是让我最快乐的就是童军，啊，我虽然很辛苦，很辛苦，非常辛苦，不过除了教课也是教了不少，那还有管童军一根完全单，你那边你看见那边那张相片呢，就是我从前。的团部，就是香港的团部，是我用手做的，我自己设计，一个人买那个，到外面，当时我们穿那个长袍啊，哎，要到外面干木板回来，要用手去，还没有买电动工具，啊，这样子做。我，那你有在写一些东西吗？还是做一些东西？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我曾经我在主教公署没搬来这里以前呢，曾经有 好几对童子军，来看我，同时认识了以后，尤其好像辅大还有另外一团，他们派一些小队长，我在我那边给他讲课，就是这样，这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机会来，因为这里跟香港不一样，这里的香港的每一个教堂都有童军团，啊，这里不是，这里都教会的童军方面不太注重，啊，所以有些有，有些没有，多半都没有了，多半都没有。神父，如果请你对我们现代的童军说一些话，你会想对他们说什么？我要说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童子军，贝登堡说日童军，一世童军，那不是说穿着制服的时候才是童军，这意思是有一种童子军的精神，那。我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那个有一首歌叫《BP Spirit》，
啊，这个被当宝的精神，嗯，还有那件衣服呢，那个林行健送给我那件，他的那个 blood type 血型 BP 啊，这就要我们有一种被动保的精神。被动保的精神呢，就是希望他那个童子军，你知道吗？可能你不知道啊，英文叫 scouting， 它有很深的意义。贝登堡说 ：“Scouting without outing is nothing。”你把 scouting 的那个字啊，就把那个 outing 的部分啊，去掉，它剩了 s c 不是什么东西了。所以童子军很注重户外活动，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贝登堡要。要求每一个童军都有信仰，可是没有强迫你信什么教，他不强迫啊，那就是他没有明的说，暗地里这个计划了，就我们从户外活动看见大自然的那种奇妙，就会联想到是谁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的啊，然后就得到他的对神的那种观念啊，就是这样嘛。卢神父，你这一生你有没有什么曾经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很遗憾的？很遗憾的没有做到啊，我暂时因为我不愿意在总会。所以我认识的不多，人不多，认识我的都是那些，好像邓锦辉啊，听说他的名字嘛，邓锦辉，他是六子童军嘛，就他就嫁给童子军了，他一生都没结婚，啊，他跟我很好，他也是广东人，还是广东人，另外一个王什么辉啊，王昌辉。玩昌辉，啊，我就跟这两个人最好的朋友，也没有人，那个叫我去帮忙，所以我一直在这，我是被动的，啊，但是现在因为年纪大了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到讲那个。也有几次邀请过我讲，在那个训练，那个牧场训练，有讲过童军规律四次，啊，我就解释四次规律的精神给他们讲，那我也很遗憾，就是我没有办法可以很活跃的在一个童军活动里面，同时尤其是我搬到这里了八年了。没有人，很少人知道我在这里。那个林行健呐，他呢就是他有心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我只见过他两次了。他在九池训练班的时候，有人带我去看那看。后来我到这里，他也不知道，不知道以后他不知怎么样想起了我。想起我以后呢，就想办法打电话到我从前的主教公署问，有没有人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就说进了老恩院，他就电脑猛找，结果就是联络上了，都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他常常来，每开始的时候他比较没有那么忙嘛，大概啊。就每一个月有就两次，就一次再来看我。那我把我所有的，我认为已经八十几岁了，那这些童子军的东西，为我没有什么用，我就给一些需要的人，好吗？通通给他。对，那现在有这个徽章，
唯一保留这个，还有那个叫新做的。我因为装饰这个空的不好看，我就这个是特别的跟一个老学生老同军呢、啊、在香港的他有很多，这让他寄来给我，我坐着啊。那我也希望能够我在没有搬来以前呢，就有非常的那个有一点名气了，就是因为自己动手做。待会我把这个一个给你慢回去慢慢看一看啊，这个电视访问的 DVD 就大概有这个收集了有5-6次吧，哦，本来有还超过这个数字，就因为那个从前用的录影带啊，就转过来的时候，因为放了太久，而且没办法。所以神父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为同军运动做更多的贡献哈。那放心，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就会知道你住在这里，就会是不是只要同军伙伴有需要来找你，都愿意帮忙？愿意，我很乐意，只要我有时间，我很乐意。这个如果有这么需要的话，他们随时来我跟我分享我的经验啊。我想这我的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有创过两团，帮忙的那个槟城那边有一团，有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也帮忙开过一团。神父，你房间很多同军相关的徽章啊物品哈，还有手工艺，你觉得你收藏最珍贵的是什么？平常我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关于我的信仰方面，还有就是童子军。我跟你讲的就是我人生这摆到最重要的地位就是这两个，我没别的嗜好啊。我觉得一个童子军，我喜欢，当然我喜欢那个手工艺，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童子军的观念有改变，我过去有过几次访问那些团员，带我去访问，在集合的时候，我问大家，一定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们当中有几个人的那个自己动手做的，给我看一看，没人拿这个，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就是因为童军的训练。就是让我们动脑筋，要不求人嘛，要帮助别人啊。那在野外生活的时候，也是尽量利用大自然的东西。就是啊，所以如果你，我也是因为第一对公益方面有兴趣，第二也是因为童子军也影响了我，我就每一样。自己只要能够做得到的，都我自己做，我不要那个求别人，所以我就用的东西帽子啦，现在这一个个都丢不放哪里去了，帽子的鞋了，那个腰带了，通通自己做的，童军领巾穿了，昨天那个林行健健带的那个是我送给他的。那这里现有的也是我的那个手工，不过没有，这里没有一样，有传统童军的有两样，对啊，我做了两把刀，再有两把刀啊，两把刀，这是啊，其他的都是信仰方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